Thank you.
Money and so on. Koi, koi, koi,
现在最近一直在排练，一直在准备那个我们的第一张专辑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明年的话肯定会发好。然后，对，明年的话会发这个专辑。然后十二月份，如果也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十二月四号我们会在愚公有一个专场，希望到时候有朋友来。那个下一首歌，也是我们之前的歌，但是之前一直没演过，然后我们试一下。你们的韩国人会来弹键盘。灯都关上。Oh,
谢谢，再见。